我这可录着像了啊！你今天要是敢家暴我都起诉你，我都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我自己，我要把你送进监狱里。哎，脱衣服干嘛呀？起诉去，起诉去！不起诉了，不起诉了。下一个。男人婚后的生活现状。你看看，走着两步道，拽了拽了，像个企鹅似的，白天送，晚上接，晚一点都不行。这大冤种，我上辈子就是该你。哎呀，老宝啊，冻坏了吧？快手放我肚皮上暖暖。哦，好凉。不是，你哪有这么省钱呢？你怎么了？哎，你省钱，你也不能在厨房里面。嘿，你安生路灯啊？那这主要你就几秒钟，它自己嘿就灭了。那我这一个晚上我都刷，嘿，啊，还费嗓子呢。媳妇儿啊，我这月零花钱花冒了，那个你给我支点吧，从下月零花钱里扣。你要多少啊？30。我给你50。太多了，还不起。你要不要？要。要不是猪肉涨价，食堂菜也跟着涨价，我真看不起你这暴发户的嘴脸。啥时候要？反正明天中午的饭钱不够了。行，明天上班之前我给你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，现在离婚家庭什么都是怎么分的？还有孩子，家庭暴力。小心暴雨，不做饭，不起来做饭。我就问你，房产、车子、孩子都是怎么分的？现在家庭暴力呢？家庭什么呀？给谁打电话来？朋友在家，我打电话，我喝点去喝酒。聚会的聚会是吧？啊，刚刚我请咨询，不是这么咨询的，不是的，离婚的是吧？没有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离婚可以随时随地，记住你净水出货。还咨询离婚嘞？可可怜嘛，离婚都离不掉。你个败家老爷们，天天就知道喝酒啊！叮叮叮，跟我喊啥呀？跟你喊咋的？跟我喊啥呀？就跟你喊了。哎，别碰我！你给我出去，走，来，出去来。跟我喊啥呀？跟我喊啥？我兄弟刚回来，至于他怎么，跟我喊啥呀？别管，回家，回家去。媳妇，我出来买点菜。你去呗。嗯？要不我给你挑个再去吧。不用了吧？我给你挑个吧。啊，不用不用。哎，来来，挑个挑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天衣无缝。哎呀！错了，再也不抽了，媳妇，再也不抽了。哎，哥，你忙吗？媳妇，我忙吗？忙不忙你自己不知道啊？不忙，我就先借点钱。老弟和你说话呢，你耿个啥呀？你来啥事儿？借钱。媳妇，他借钱。管你借呢，问我干啥？那借吗？咱家事不都听你的吗？你定呗。用多少？多少牛咋的？那我没有。让人空手回去呗。啊。老弟跟你说话，你掏兜干啥呀？都说啥呀？问我呢。老弟，你刚才说啥来着？借钱。不是不是，上一句我说哥你忙吗？忙，成忙了。咱俩换个位，你过来跟你嫂说来啊。哥，我不借了。Thank you.
是什么？快乐就是当你就像简单介绍一下我家里的装备，这个是晚上九点回家用的，这个是十点，它还有反面，反面的话是十一点左右，这面一般用不着，就用过两次，效果可以。这个是十二点以后的，这个就比较狠了，我还没用过，仅供大家参考吧。以后找我吃饭的尽量十点之前结束，后边的我真有点承受不了。这个区域就是我家地位的分界线，这面是他洗漱用的，这块是我洗漱用的，底下刷基本上是大分头了，这牙膏天天用它，挤它给十分钟能刷牙。这几把刷子，一个是斜刷子，一个是台盆的刷子，还有一个马桶刷子。我说一下我这大肥皂吧，三合一的，洗头洗脸洗澡就用这一个，当时是啥打特价买十块，他说够我用一阵的，但我就瞅这大小估计三块就给我送走了。还有木梳呢，哎呦惨，就这么一个心爱的小木梳怎么掉这里，说是用是不用啊，给我整的说轻便。最近我发现个巧合，就是这儿一挂袜子湿的，我大肥皂绝对也湿了，这是巧合吗？你们家也都这样吗？我做不做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，这个家钱是我挣的，父母是我照顾的，孩子是我养的，这个家你乐意待你就待，不乐意待你就滚。我以前就这么说的呀。嗯，还有更狠的，我没敢学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知道了，吃饭吧。哎呀，这结完婚呐，这女人呐就不能让她闲着，没事往床上一躺，让她给你掏掏耳朵，是吧？多舒坦呢！你请了容不容淘淘来？人生你就得学会想，就一回我都不怎么去跟别人出去吃饭喝酒，就这一回行吗？最近早上我家分餐啊，这粉枣我闺女的，就我儿子吃完了，这是我的，不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啥意思？放开！放了没？等我起来你就死定了。我不会让你起来的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以后饭谁做？我做。碗谁洗？我洗。衣服谁洗？我洗，家务活都我干。你给我道歉。对不起，老公，我错了。不会有人觉得我现在应该鼻青脸肿了吧？那不可能，兄弟们。你过来，你跟人家说你到底怕不怕老婆，你怕不怕我？不怕。不怕吧？朋友你媳妇呢？干啥去了？旅游啊？旅游几天呢？八天。想的不？老乡。喝几瓶？八瓶。想让我开门吗？啊！给我唱首歌，给你开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姑娘。就一句啊。我见到你，心就慌张。我不吃，给我滚犊子，上边见去！天天不骂你两句难受。那啥呢？啊，你尝尝西瓜不得，媳妇儿可甜了。不是，滚。嗯。哎，老张，我要给你100块钱扇自己一巴掌，你愿不？哼。
喝酒不？喝酒、哦、去呗，跟谁商量？我跟他有商量的必要吗？我在家可以说这么说吧，就完完全全的拿捏。我平时脸色一稍微一变，他内心都颤抖。啊，你就直接告诉我地方就完事了。嗯，啊，给我发位置，我先跟他发动脾气。嗯，好了，嗯。媳妇儿，你让我去行不行？栓柱，瞅你那点出息。牛逼都吹完了，你就让我去啊！去去去，走走走走去！哎，走嘛！少喝点啊！我做不做到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，孩子是我养的，爹妈都是我照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愿意待一待，你不愿意待你给我滚！呀，我以前就这么说的。嗯。那我以后我改，行不？嗯，那我上楼休息一会儿，你把碗刷了。嗯，行，那你记得改啊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嗯，去。凌晨两点，你定什么闹钟？你起来上班了是不是？我记个事儿，昨天晚上咱俩打那把王者，你为什么要夸那个女孩打得好？啊？我他妈越想越来气，哎呦！特别好吃，它就是很红火的口味。滚！吃饭啊？不吃。没完了是吧？怎么的？是不是太久没打你了？打！手伸出来！吃不吃？不吃。吃不吃？吃。笑笑个嘚儿。治不了你了还，快点！快点！咋了呢？不错。快点！有人。你是跟你妈干啥？咱你妈你还带着我？去啊！那这个月的零花钱200啊。哎呀，数钱呢，数数多少。1400。挺有钱呀。哎呀，我不要拿了，我给你凑个整来。凑整啊。把零子给你啊，把零头给你啊，你给我凑整。对啊，给我给你凑个整。咋的？凑整啊？这不凑整了吗？啊，这不凑整啊？啊，你说呢？